书接上回，接说着一段雍正剑侠图。上回书给您说到太平峡治亮跟几个街坊一块儿龙王庙逛庙赶会，管那么一档的闲事。什么闲事呢？可就是有个老头卖艺，他挣不下钱来，太平峡置业呢要帮帮场子，这一练能耐惹祸了。怎么那么巧，有个冤家，就是宜州府知府金志美的公子叫金玉，带着教师爷家奴也赶会，庙里都碰上了，这才叫狭路相逢。金玉一瞧这机会来了，跟大教师叫秋听秋二虎过去揍他，打这老帮子，打出祸来，打伤了，打残了，打死我盯着。祸他满不在乎，您琢磨琢磨，他是知府的儿子，他觉着自己不来呆。你这路语言您只能在北京评书里听到。说来这仨字怎么写怎么讲我不知道，议会议会。哎，专门有一个替我听录音写这个稿子的，就是他为难一点，不来呆这仨字，这不来还好办，这呆啊，写哪个字您说这玩意儿啊，这大概齐您明白就得了。他觉得自己不含糊，他是不理会啊，这教师爷受了受不了。平常您别瞧杀七个宰八个，门后的戳着二的四个，没含糊过，吹牛行，那叫什么，那叫背后骂皇上，当着面敢吗？今天面对面跟侠子爷治吧治吧，动动手，这真没想过呀。那么邱二虎身旁也有人，贾龙贾虎哥俩一个行五一行六，贾五贾六。平常呢邱二虎吹牛，这二位得给圆着。为什么他们俩要给邱二虎圆谎呢？就因为邱二虎这马褂他们俩是穿着呢。一马勺里边混饭吃，他们俩捧了邱二虎那就捧自己，要不他们这腿能耐在知府衙也混不住。简单说吧，平常要听这个话得架势力，叫火上浇油，添油加醋，对，揍他，打，还不用邱二爷您动手，我们哥俩过去就把他放躺下，得这话呀。今儿个没敢言语，哥俩对瞧一眼，少爷让邱二哥过去打太平峡治亮，那不找死吗？俩人瞧着邱二爷怎么答复少爷这句话。要说这姜还是老的辣，沟通白眼长。邱二虎听完少爷这句话嘿嘿一乐，哈哈，对了，常感觉没有碰不成亲家的。少爷憋着这老小子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皆因为什么？皆因为您是知府衙的少爷公子，我们要打着您的旗号出去打架去，那叫给您惹事，归为我们不懂事。但今天既然有少爷这句话了，那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。贾五贾六哥俩给二哥我瞧点，咱们过去揍他。贾五贾六一听喝了是怎么着？真去呀？不，二哥含糊什么呀？这少爷有话没听见吗？哥俩一听这怎么意思，这真要过去
您哪儿行啊？慢说您呢，把咱哥仨捆一块儿，不入人一个脚豆值钱呢。人是侠客爷，并非浪得虚名啊。您琢磨琢磨，那那么些人，人山人海，围着桥练把式，众目睽睽，大庭广众，这过去多寒碜呢。再说了，人都不跟你动手，人侠客爷多大的名啊，大伙儿人多嘴杂，一人一句话，一人一口唾沫就把您淹死了。邱二怀真不含糊，他心里边有主意，人群外边高喊一声：“带姓志的，你还讲你怪不错的呢，小两天武艺，人前逞能，你冲的什么光棍，论的什么好汉，又帮场子练把式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未从练之先，你要先访一访，问一问咱们一州府有多少高明的把式武术家，怎么你自个儿就会练上了呢？你特意的没有啊？”行说着，这小子摇头晃脑，他可就挤进人群了。可谁又跟他有那气呀、啊？老百姓们有认识的，回头一瞧，嚯，以金玉为首，拥拥簇簇这么一帮子人，这在一州府都挂了号的，专有一帮人瞅见金玉，呼就围上去，就纵上去了，拍马溜须。但是大部分一瞅见恶少一出门，赶紧躲，叫避之不及，怕沾上啊，欺负人呢、啊、谁惹他呀、啊？旁边手底下竟是练武的，一句话说不对付，当时挨一顿现的呀。挨揍是小，他势力大呀，他治你呀。大伙儿闪出这么一人胡同来，那贾五贾六您琢磨琢磨也得跟着呀，打肿脸充胖子，一左一右晃肩膀摇脑袋，跟着邱二虎分人群，可就进场子了。赶这一句话，质量心里边就不好受。怎么？你看，练一辈子，广博侠名，我蒙江湖上的朋友们错爱，封我一个太平侠。为嘛叫太平侠呢？皆因为我有点自爱，我手底下有存粮，本着我父母老家我老师教给我这么一份忠厚做人的道理，人心天良，我手底下没害过人命。别看是侠客，跟人动手跟谁打都让着人家，总是太太平平的把这事情给化了，这样江湖上人称我太平侠。一辈子也没在场子里打过把式卖过艺，今儿你说管闲事。刚才这朋友聊天还说，没有帮场子的引不来踢场子的，我这刚帮一场，这踢场子就来了。你瞧这几个人，你瞅这模样，就不带着有功夫的，瞅说话这劲头就不像有德行的。你要一般的人都是侠客，也分谁，侠客跟侠客也不一样。你要搁着于成啊，搁着这个司徒朗，这已经失衡当场了，就他拿人命也不当回事啊。你搁着质量这个呢，天生就不好跟别人逞阳斗胜，不好怄气。您谁呀、啊、您怎么称呼，贵姓高明啊，哪儿您高就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这岁数在这儿，我再不济你也不能点着我鼻子尖叫我姓智的，忒不礼貌了，是不是？智老侠客那是我的一个美称，你就不愿意叫我总是个老头是个老先生吧，是不是？你叫我是什么也不能叫我姓智的，你是干嘛的啊？打量你不认得我，
姓志的，站稳了，告诉你，太爷，我姓邱名亭，人称邱二虎，说出来吓死你，知府衙大教师的便是，久仰久仰。邱二爷之大名，皓月当空，如雷贯耳，总可想一会，怎奈终不得暇。今日一见，是三生有幸。我久闻邱二爷本领高强，一夜出众，您说的太对了。您这两句话教训智某，心服口服。当着大家伙，不是我捧您，错非这话是您说我。别人他也说不了这么深，怨我不应该下场帮人家练武。完了，别给脸不要，给台阶我得下。借着邱二爷您这一句吉言，这场子我还不帮了，练到此为止。喊您要高兴，您献上几手绝艺，帮帮这位老朋友。那么您要不乐意呢，这两句话我领了，咱们再会再会。大伙儿这么一瞧啊，一听人家志爷说这个话够身份的，就得按挑大指罢了。这叫太平侠，这侠客爷的涵养谁比得了啊？让这无名的鼠辈点着鼻子尖这么数了，不起急不冒火的面带微笑，哦，您说太对了，让你这一拳逮在棉花垛上，人家也不还言，哎，人家不觉得你是侮辱我，你横你厉害你来。我们前两年有段相声叫惯着你啊，这也是一种办法，你不横吗？我惯着你，早晚碰上比你横的。嗯，当然这也是一种处事哲学。你要说这个急公好义啊，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，看见马路上有点不公的事情，我就要仗义出头，我觉得这也可以，咱们也宣扬。要没这人呢，坏人更了不得了，是不是？见着有不法的事，哪么您报不警呢也是好的。但是您说他那么横，您非过去导致伤害也不必要。大伙儿一听，都觉得人家太平侠志爷这篇话实属难得，一般人做不到。可是也有那身份稍微差点的，一听这话，哟，这不像侠客说的话呀，他都这点着名，他叫您姓志的，您怎么还告诉他说的对，他谁呀？他不就是知府的啊教师爷吗？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揍他呀！这叫什么？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哎，起哄架秧子，也有人这么想。敢志爷这不是说软和话吗？邱二虎倒乐了，高兴了啊，哈哈，这就对了，那就说明我这步走对了。我要当着少爷一含糊不敢进来，他瞧不起我一辈子，到府里都把我差事下了。我先拿大话把姓志的唬住，你看怎么样？姓志的含糊了吧，这才叫明白人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识时务者方为尊杰。光棍不斗势力，我别看能耐不如你，那你也明白我也明白，但是我有势力二字，我仗着知府衙的势力，这就好办了。别介，哈哈哈哈，知道英雄，哎，你跟我客气，我也跟你客气客气。怎么就许可您帮的场子，就不许我帮的场子呢？这不今儿话说到这儿了吗？啊，志亮，我也听人说了，我们少爷几次三番聘请于你到我们府里头，你一直没来。今儿既然你闲着没事跟这儿帮场子，我也有点功夫，咱们早晚也得碰碰。我那意思啊，捡日子不如撞日子，今儿就挺好，咱俩今儿跟这儿放放对儿，借这位老朋友一块宝地，咱们这叫借地切磋。
人打的对手拳，可是你是放量一搏。哎，你也别跟我客气，也许可呀，我打不过你，可也许呢，我在拳脚之上略有心得，我赢侠客你啊，三招两式的，哪么一招半式呢？哎，那就算我今天该着露脸，咱们俩这得比划比划啊，姓志的，你明白不明白？他满脸跑眉毛，直着挤过眼儿，这亮瞅着他怪滑稽的。这一瞧，这人什么毛病？他要跟我动手比武，我什么身份？我这帮场子就吃饱了撑的，闲着没事干，这现在一地铜子够这老头回家路费就得了。我哪有功夫跟你动手啊？瞅着身后的还站着几个人，正当间站着这个，可能瞧这穿着打扮这身份，就像是狗少金玉，这是个是非之地，不可久留。我没功夫跟你动手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邱教师，邱二爷，只是您的武艺比我高，质量我呢病了一年多，这是实情。这个把式就算扔了不练了，今儿这是一时兴起，活动活动筋骨。我这岁数了还练什么武啊？净瞧邱二爷您的就得了。这么着，都是一州的父老，哪位一会儿瞧您练得好，给您叫声好，您也帮帮这个老朋友是正格的。至于跟您打对手拳，我是甘拜下风，不比我就输了。志爷怎么想呢？志爷一瞧啊，他这意思话说的挺大，但紧着几股眼儿，那意思您可别应我。您要一应，哎，咱俩一动手，我许打不过您。这话里呢裹着话，也都点到了，也许你赢，也许我赢。他又紧着几股眼儿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放着河水不洗船，我把他打了，我哪露脸去？我那么大侠客，我把一叫邱二虎的给揍了，江湖上谁知道啊？你也不是什么成了名的英雄，再说我这岁数，咱俩又没仇，认怂，不打。您比我高，您姿势比我能耐大，不打。像这个呢，邱二虎你就给台阶就下不就完了吗？邱二虎一瞧，哦，行，开窍，我冲他几个眼他明白啊，这么着你看行不行？你也别说不打，咱俩人动手，要我瞧啊，太平侠质量你这能耐在我手底下，怎么着也得走个300趟200趟，说一碰面就输那不能够，这不是还有点功夫吗？咱俩先打着瞧。咱俩人这一打呢，要真说打功夫大了，到天黑了没关系，别耽误大伙儿的功夫，大伙儿该干嘛干嘛，该家走家走，该办事办事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咱们另选日子宅日子咱们再打，但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碰面，是不是？这话说的太明白了。邱二虎当着金玉呢，不能说怂话，他这话点给质量什么意思呢？那意思咱俩人假打，拳来脚去，咱俩打多撑会儿功夫，功夫一大不打了，晚了。然后呢，你回你的家，我回我的家，当大家伙面拉挺大口子，说挺大话，没完。今天咱俩没分出输赢胜负来，哪天太平侠质量我还得找你，今儿就先算了，批兵霸占了。那干嘛呢？我回家把金玉糊弄完了，我带着我这俩兄弟提了两蒲包点心，弄两瓶酒，我趁着夜色茫茫，我登门造访，到您家管您叫爸爸呢，哪怕我一央给您，以后只是我登门找您，您就来不见面，我还得来。他金玉完不了啊，金玉得说你跟他干，我还来。到这儿说话多难听，您自当我放屁呢。您是成名的侠客，您别难为我，我们也是混一碗饭吃啊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
这个当初佟麟当护府教师就有个思想斗争，这个书恐怕您还记得。反正有五六年吧，这练武您要么您吃一条大道啊保镖，要么您像人侠客这个吃四方，那侠客不是一般人能当的。说白了，在今天人思想来说，侠客也得有点经济基础，要不你游遍四方，你指什么吃呢？是不是？哎，当然你也是凭着武艺，房房有什么的，哎，人家款待款待您。但大部分吃饭得自己花钱呢，住店得给店去。你这一人成侠客了，你不能走哪儿蒙吃蒙喝，该人家电饭账也不成啊。那么吃一条大道保镖的，他有尽兴。最不济了，您吃这一方，哎，居家之地就这一院，我就负责这院的安全。那么这院养着我。还有的呢，吃这一片，这一个地域叫什么？戳场子、教把式、收不少徒弟，有徒弟们交束修银子、交学费，这也能活着。那最不济了，可就是打把式卖艺了。哎，那就把刚才梁燕也说，学会文武艺，或埋帝王家，帝王不识，仍在地下。那就是学文或者学武，叫做什么颜面扫地，丢文圣人、武圣人的脸。文人也有卖文呐，武的卖武，文人也卖文呐，摆个小摊儿，给人家批八字、算卦、抄药方子、写平安家信。到了春节了，给人写个春条、横批、斗方，写个春联啊，忠厚传家酒，诗书记事长啊，给人写一个什么买卖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，是不是？也就写这个吧，门心对这叫啊。那么人家过去识字的少，自己家里边也想贴这个春联，哎，那么写春联，这俩写好了，等干了之后，都得跟买春联的人交代清楚了。上联搁上头，下联搁下呢，给人叠好了，告诉人家回家哪是上联，哪是下联，哪个贴上门框，哪贴下门框。那你要不嘱咐，不嘱咐就写有贴反了的。哎，因为他真不识字，所以他过去有这行，那就感觉到很丢人了。所以真正有学问人，哎，哪么教书呢？是不是都不上街上卖字去？这个我练了几天把式，好不容易傍上一个少爷，什么不懂，在人家蒙吃蒙喝，就是混饭吃。您别吓我的差事，可怜穷人。话说多难听，您自当我唱歌呢，您当好的听。完了呢，我钱下来，我自有一份孝敬。到时候我再跟侠客这儿央给来，我再让侠客把我饶了就完了。可是大面您得让我过得去。邱二虎可就拿太平侠志亮啊当一般的江湖人了，人一般也不得罪知府衙的教士，有势力大面过得去可不就完了吗？所以他这话越说越大，可是说大话呢他又挤眉弄眼儿，志爷越看越糊涂，越听越不明白。志亮心里话说，不打是不行了，非得跟我打。可是我这么大太平侠志亮，你在我手底下走过一招去，我就算栽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刚才又没练还行，那么多人瞧你，这哪位是武术家？懂啊，大伙儿这给我拍巴的叫好，我刚才这趟拳打得挺好，跟你打拖泥带水肉了吧唧，你要真有两下子也行，还瞧不出假来。你要真没能耐，我跟耍猴的一样，陪着你蹦跶半天，我什么太平侠呀？我那么大侠子跑的没事，我跑到这个啊龙王庙跟前，我捧生意来了。再说我要捧一般人，人不笑话我。你是教师爷，我捧你干嘛？人家知道的是我好心眼儿，我不跟你较劲。不知道的以为我巴结官面呢，把我就瞧小喽。
可我要不跟你动手怎么都行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真要动上手，一动手我就把你放躺下，到那会儿你脸上多不好瞧啊，我得罪这人干嘛呢？志爷越想越别扭，你看他还紧着冲我挤过眼儿，我是应他是不应他，不应他不干，应着呢你一会儿你也别扭。哎呀，志爷这么大侠客让他给难住了，志爷没下词了，不理他了，他这自说自话，哎，怎么着姓志的麻利的，来人来人来人，那人扛着笤帚，那一捆笤帚，那个扛着笤帚把子，那过来过来，把这地扫扫，把地扫扫。他没这功夫。志爷刚才您别瞧一地铜钱在上面练这档拳挺好，他可不成，他一瞧这地上净铜子儿，蹬在铜子上吧唧，甭打自己就趴下了。他一瞧那边一卖笤帚的，笤帚把子扛着扛着一捆，都拿了都拿了，卖笤帚转身要跑，那哪跑得了啊？金玉带着好几个家奴呢。那也不给钱，过去把这笤帚捆拆开了，拿起大笤就扫，把这铜钱都归了一块，他这该归着干净归着干净，还夹里也给这铜块块，来吧，说着话他这就脱衣裳，他逛庙穿的是大褂，半截大褂脱完了耍一票，啪一扔，贾武伸手一接走，哎，往这一跨，旁边一站也挺精神啊，没练先活动活动腰腿，你看啊，好长时间没练了，还今儿跟侠客爷还得练练。干嘛那运气呢？那就仿佛得有多大气功似的。这你说这么些人围着走也不成，没下文呢，我怕他是怎么的？不走他这儿还那个真要动手。志爷猛然间一回头，练把式这老头带着一孩子，这老头抬头一瞧，整跟志爷对脸，志爷带出为难来了，那意思我帮你，你瞧我还摊上这么大的事儿。老头本来也不是打把式卖艺的，要不他分量，老头拳脚不错，也不会说这套江湖口都没有，真看出侠客为难来了。老头墙上一步一抱拳，侠客爷您后撤，我跟他有句话说。哦，有劳有劳。志爷手摁刀柄，脸冲那边不理他了。老者上前一步一抱拳，邱二爷你是干什么的？这么着得了，哈哈哈哈，您不是要跟侠客爷打个对手拳吗？这么着，那么大的侠客爷就说跟您动手也显得太草率了，我呢充一个马前之卒，小老儿不才，我先领教领教邱二爷您高明的手段，我先跟您打上对手拳，您把这筋骨也活动开了，这么着再跟侠客爷动手，您看怎么样啊？邱二虎一琢磨，这老头刚才练我没瞧，这老头怎么样啊？你呀、啊，哦，嗨，你那就算了吧，我跟志亮打，跟你干嘛呀？你挺大岁数。显得我有点欺负上岁数人呢，这话不是这么说，本来这场子就是我的，虽然我是外星人，我又不是专干这个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也是一时走窄了，他呢也是为帮我，您呢也是为帮我，屈尊大驾这么大的啊知府衙的教师爷肯抛头露面下场子帮我，我是感激不尽，您放心，咱们手底下都有存量，不过就是点到而已，互相切磋切，这话可就满告诉邱二虎了，您放心，我懂事，我不会让您难堪为难的，我把您打了那跟质量把您打了一样，您连我都打不过，那侠客爷您还打什么呀？这么着侠客爷在面上要输给你太难了，我输你一招办事没关系。他这个话说出来，
邱二虎可就听明白了，哦，这么回事，哈哈，那既然你要不害怕的话，我拿你啊先活动活动筋骨也是好的，是吧？他一回头往人群里一瞧，他瞧谁呀、啊？瞧的是少爷金玉。金玉身旁有好几个豪农，抻着脖子，少爷金玉这瞧。金玉恨不得一脚踹质量一跟头，当着大家伙我好好羞臊羞臊你，我给你脸你不要，我上家啊，把你请到家去让你教我，呵，你这瞧不起我，我派两拨人，是我手底下那仨不会说话，后来我派大班的引化男去，还带了好些个礼物，你也没来，你拿我金玉忒不当回事了，他就搓着火，他一瞧邱二虎瞧的，他冲邱二虎瞪眼，那意思揍他，有谁算谁，今儿全灭。好，那您各位可给我邱二虎强点，这话跟大家伙说，实际是给少爷说，那意思我要打出烂来您盯着，这少爷拔胸脯，那个打随便打。再断脸一瞧，老者呢让孙子把这刀枪板子全挪到边上去，腾出地方来，老者一瞧没办法，卖他个便宜吧，两个人一亮架门，脸对脸这么一站，志亮手摁着刀柄在旁边瞧着，志爷一瞧这一拉架子你就输了，你瞅老头这架门这是亮过的，你瞅你的，你也慢说，我还真不认得，咱别瞎说，我说你不会练，万一是高明的武术呢，我可是侠子，那剑客有的是，比我质量高的人大有人在，我别瞎说，我瞧着吧，手腕刀柄偷眼观瞧，两人各刀一申请，拉架门上来就打，老者呢卖他一便宜，伸右手愣让他转，夜里藏花这掌已然够着他前胸了，轻轻在他胸上一摁，这要是立指推掌心捧一下就把他打出去了，老头没用，这手碰着他轻轻这么一摁，按说邱二虎明白就算了，一抱拳，哦，好，承让承让，各位老者这两下不含糊，侠子那跟他要比又高的许多了啊，我们今儿不比了，散了吧，带人走了，俩还都好瞧一点，有的瞧得明白了知道怎么回事，瞧不明白那大伙儿一哄而散，他不计明知老者这手已经碰上他了，知道老者不敢发力，他伸手把老者这只右手可就给攥住了，不管他这左手愣借着老者这柿子往下这么一沾身，就这么一拽老头，老头一瞧，你说我要把他打出去那不都白说了吗，得了，借着他这一拽，噔噔噔噔噔往前呛这么几步，好容易站住身形，故意的一戳自己这只胳膊，哎呦，哎呀，好厉害的教师爷呀，大伙还真都没怎么瞧明白，假五假六带着一个豪门，好，鼓掌鼓掌鼓掌，也没人理他们，就他们几个人叫唤，金玉一瞧，好好，告告二爷，告邱二哥啊，有赏有赏，邱二虎一撇嘴，哈哈哈哈，我说你不成吧，怎么样，还是咱俩来，老者一听怎么还来、啊、我让您露脸就完了，哎呀，教师爷真是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有别样的手段，我们是心服口服，我的意思您跟侠客爷就不必再动手了，侠客爷要跟您再动手啊也是枉然，也不谁枉然，这话都得从两面听，也是枉然，今天时候也不早了，我这场子也该收了、哎、教师爷咱们再会吧，算了吧，这两句话一说，说的侠客爷心里都不好受，志爷一听，你说这么大岁数
这就是路过摆摊的。这要是常在龙王庙设摊子的，就这一下，虽然说没摔跟头，这叫砸了，场子让人踢了，你就跟这摆不了了。那练武有这么句话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但都得说自己第一。哎，这个天桥也好，咱拿北京来说，甭管哪儿吧，啊，有把场子，有交场，那真来踢场子的跟来帮场子的那不一样，帮场子的可也是以踢场子的形式来，也是在外边骂街，别练了，嘿，什么玩意儿，就你这还练呢，刘哥这是谁呀、啊、呵，这嗑瓜子嗑出一臭虫来，什么人都有，大伙儿都瞧，就你聊，你说什么你进来，实际外边这是帮场子的啊，手里滴了搭了骆驼毛绳，滴了着，嗯，怎么着，那我也会练，咱们练练，练行咱们怎么练呢，哎，穿上搭子摔死白摔可啊，好，你看我带着那俩人拴上啊，互报姓名，当然你得让人两交，哎，这叫买卖交，可是比真摔可好看，就是说这买卖交啊，上下分飞，哎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，其实呢不是说真摔，也不能给人摔伤了，上来啪，这踢场子，假踢场子的啊，先给这场子的摔一个，哟，师傅我还真不行，这位够厉害的，师傅干脆您来，那师傅站起来，我就知道你不行，平常我老说你，让你早起会儿练练，不听师傅话，懒，非得睡着老爷多高晒屁股才起呢，怎么样，就让人摔了吧，含着了吧，也不是师傅我说句大话，我过去我甭说跟他伸手，我一句话他就趴下，是吧，一句话他就趴下，那透着您是比我能耐大，我问问这位，我说啊，这位朋友，你把我摔了，你摔不了我师傅啊，师傅不赢弟子多，我瞧你就瞧见你师傅了，你别瞧你师傅，他也是竖着一堆横着一块，怎么摔的你怎么摔他啊，您这话也大点了，我师傅可说了，过来甭说，一伸手一句话你就趴下，还甭说摔您，那更了不得，这不大家都瞧着吗，我先把他徒弟摔了，他师傅过来一伸手拿一句话我就趴下，我要趴下，我抱着脑袋顺这场子轱辘出去，是这话，是这话，师傅我跟那边托付好了，您要过一句话他就趴下，一伸手他就趴下，他抱着脑袋顺着场子轱辘出去，好啊，大伙都给瞧着，还大量四个徒弟伺候着，卖份儿，那在旁边骂贤妻，您看多大份儿，您别看这会儿卖份，一会儿照样趴下，他徒弟怎么摔的怎么摔他，别过来互相道腕道辛苦，我说的给您简单啊，这已经仨钟头过去了啊。哎，那交场嘛，嗯，俩站好了应该斗手啊，跳黄瓜尖儿斗啊，闷指甲估计，嗯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站好了站好了，站住了，一伸手你就趴下，我不信，你看这是谁，一回头吧唧扔场下了，大伙一瞧这什么玩意儿，这才明白这位跟他一试，方场大伙哗一笑，这叫什么，这叫武相声。比说相声的还热闹，那说相声那边说完了都这边听了，记词儿，研究研究那边说去哈，得人家的买卖，哎，这个摔跤啊，耍中翻啊，哎，比相声包袱还多，这跟您说实在的，不是真摔，真摔受得了吗，您琢磨琢磨，而且每天都有踢场子的，那真甭干了，那个这都是江湖口，那么今天老头呢让他拽这么一跟头一个趔趄，这就干不住了，但老头不是本地练把式的，也不是常摆摊的，老者那意思我栽跟头呢也没人知道，一会儿一散我把钱连起来带着小孩就走了，哎，有时候呢走到这儿真对机会，我看看侠客爷去，谢人帮我也就是了，
但是作为侠客不那么想，侠客心里话说，我也活一张脸，人家那么大岁数也活一张脸，人家今天为给我下台阶，老头让他拽一个趔趄，不值。他这死的掰咧非让我，老丈清聊，侠客您甭管后站，我陪他走两趟就是。老头一听，他要说打我能拦，侠客要说打我还拦不了，也不知道是真生气动怒了，还是也跟我一样让他一下。您啊，你就甭管了。侠客往前迈一步，邱教师啊，怎么着，咱们来来。好，来可是来，照他那么来我可不会。邱二虎一听，这是明白话，那意思他那么来他瞧明白了，但话得这么说。是会不会的带你，我还专打这会的，是不是？那不会的我也不欺负人呢。这么的，真说碰面像刚才的他就输了，那可有什么意思呢？怎么着也得打个三百趟五百趟吧。拿话还领侠客，那意思咱别真打，就是磨粉功夫，让他瞧他外行。志爷一琢磨，你也甭冲我挤鼓眼了，也甭拿话领我了，行，就这样吧，来吧。志爷一伸手也没亮家门，那意思我打你就别亮家门了。我呀，我用我平生之绝技，因为你是个侠客爷，先给你来个狮子大张口。他这一亮狮子大张口，金玉旁边一条腿，要练绝招，这是教我的绝招。这招我练多少回了，我老不得其中之真的这个奥妙，老不得之诀窍，难得我师傅今儿露一回，我得好好瞧瞧。瞪着眼瞧，狮子大张口，大开大合，往上一扑，抡双拳，照着脑袋就砸。侠客一瞧啊，狗咬刺猬，没地方下手。为什么？真要高明武术家得互相找弱点，看他哪儿不小。这一瞧没有优点，全是弱点。侠客一瞧，这怎么打呀？有的是功夫，研究研究吧。这打脑袋，打肚子，打他哪儿呢？他这倒切近了，双拳下来，侠客万般无奈，伸双手一接他这双腕，往外这么一分，往前一赶步，他这脚还没倒过来呢，侠客这身子已经欺上来了，脸对脸了。哎呦，他扎着手这么一哎呦，侠客双手往下一落，一摁他双肩，这叫虎扑。别看招式简单，打的就是打敢认真这功夫，微微在他肩头上一摁，冲我挤个半天眼了，是不是？用了二成力。这身子往前一贴，往外一推着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要使四成力，就把他直接打出去了，也就二成力。就这样，他也站不住，噔噔噔噔噔。侠客那真了不得，这不这腿已然进了身了吗？就是倒脚，这腿一使劲，重心往前一倾，这腿就迈过去了，两窜到他跟前儿，他一扎着手往后要躺。侠客一伸手一拽他衣裳前襟儿，往回一提了他，一松手，得罪。邱二虎脑子是真快，别看就这一下，知道跟人差的太远了，这脸也不红也不白，往这一站，墨头往人群里就挤，走三步一回头，姓智的，你敢阴我，你等待。怎么阴他了？那意思我这能耐跟你差不多，但你阴了我一下，也不知道怎么阴了他。这话谁也听不明白。这邱二虎真是老将军，要不然就这能耐，在这个府衙里头混这么些年，他有两下子。哎，让谁听这句话交代的过去？姓智的，你敢阴我？等着我的，转身行，往外就走。金玉一瞧，这是输了。哎呦，贾五贾六呢？真快，也走了。走，
解好怒，行了，去，我先出去了。大家伙儿一瞧，这叫什么呢？这教师爷怎么啪一推？但是过去好像要躺下一拽，哦，有明白的，要不拽他就趴下了。什么教师爷还打三百招五百招的，一下就完了。好，侠客有能耐，侠客接着练刀，还练刀，没接没完呢。侠客一摆手，不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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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真不练了，那大伙就不瞧了。三三两两，场子要散。钱的倒不错，有人帮他给搓一堆了。老者过来了，侠客，您你要说什么？要谢谢我？不是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是这个府衙里边的教师爷，您今天这不是把他得罪了吗？哎，也谈不到得罪，得罪也不是这一回了，我跟他原来就有点事情，您也不必细问了。他不能把我如何，那我倒明白，您这么高的身份，他能把您怎么样喽？可就是您受我的迟累，谈不到。问你一条，走不走？什么意思？你要不走，我怕他找你的麻烦。我只是走，走就快走，我先不走，跟着等会儿，我再在庙上逛逛，你带着这小孩把这钱搓起来，够路费，赶紧走，全够全够。老头也明白，跟这小孩捡大子搓吧，小子实在搓不起来，也就顾不上，满满登登搓了这个铜锣呀，这么一锣面啊，整个把这锣堆得跟小山似的，这下除了沉点啊，走回原籍去都没问题，全够了。收拾刀枪把子，挤出人群，给爷俩走了，姓什么叫什么全没交代。那么这也瞧他们去远了，老秀的周敬臣过来了，胡家哥俩也过来了，让您可受累了，赖我们，我们不应该撺掇您下场的，这是从何说起？哎，也谈不到，这么着咱们送送这老头，庙上逛逛，咱们也顺这方向走，反正咱回家也顺路，一直走出去，我怕这个狗少在找他的麻烦。呵，要不您是侠客呢？走吧。庙上又转一圈，也饿了，老干四个找地儿吃点零嘴儿，看有软和的好的，又给老太太带点，这么大侠客家里还有老娘呢，哎，又点点老太太顺口的，买点零食。瞧着刚才这爷俩走的方向，四个人捋顺人群也往外散，这个事情可就算过去了。搁下志也回家暂且不提，单说狗少金玉带领众豪奴回家，一瞧贾五贾六带着几个徒弟正顺府里边往外冲，走找他去。那就说真要去，不是，带人在门后瞧着，一看少爷进口的，抄家伙走找他去，没完，给邱二哥报仇。少爷一伸手，还刚才你们俩干嘛去？回来找人来了，单打独斗怕闹不过去。哦，你们俩倒挺机灵的。邱二虎呢？一人回屋了，不知道。把家伙都撂下，走走走，跟我找他去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输了赢了？带着一帮人稀里糊涂奔跨院了。邱二虎自己在跨院住。邱二爷，邱二爷，邱二爷，少爷看您来了。哎，邱二虎门开着可没出来，在屋里坐着。大伙一瞧，哟，我怎么意思？挨打到长脾气了？少爷来看都不出来了。少爷来了啊，让少爷进屋说话吧。嗯，少爷，走走，瞧他瞧他。金玉倒不挑理儿，跟人进来一瞧，邱二虎在屋里坐着，旁边搁着大包袱，一瞧。金玉进来，呵，邱二虎来得快，用手一提来的大包袱。少爷，再会。大包袱往肩头一扛，满面带出来沮丧之色。贾五贾六一瞧，这里有戏呀、啊！二哥，二哥，您别走，起开我，我不能跟这待着了，别拦着我。
二哥，您这儿跟谁？我跟我自己，还能怎么的？到一瞧，哎，邱二哥，邱二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少爷，您这是干？你坐下。话还没说明白，你上哪儿去？回老家种地。您这么大把式种地，像话吗？栽了，栽了是栽了，您怎么栽的？我还没瞧明白呢。合着今天您栽在姓志的手里头。我，您怎么栽的？我，您实说，您直说。既是少爷您问，我不得不说呀，我栽的不值。姓志的外君子而内小人，妄称侠名，他阴我。他怎么阴您呢？哎，丢人已然丢到家了，我可也就没别的了。把大包往桌上一搁，包皮打开，包皮打开一瞧啊，他这些年呢跟这个啊，府衙里头蒙这少爷没少蒙钱，也有银票，也有现银子，他不是真走，这都没带，故意的让少爷瞧出一份清贫来。这包袱里就是他几件旧衣裳，他顺这旧衣裳一层两层三层，由这三四层中间这一伸手，摸出一包来，把这包打开，往桌上一搁一摊，少爷您瞧。金玉跟贾五贾六还有几个奴才往前那么一探头，一瞧桌上这包，什么东西呢？这包里头啊有俩蜡丸，这蜡丸呢里边多着两根大针，针尖上带血，两个大针就是行背环的大针。金玉不明白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江湖上最歹毒的一宗暗器，叫枣胡镖。枣胡镖，净听说没见过。这您从何而来呀？从我身上起下来的，我也不嫌寒碜了。把衣裳一撩，一褪中衣，大腿根这儿斑斑血迹，邱二虎还真行得出来，分人群他就奔绒线铺了，买了俩行活的大针，到家里边的就搓这蜡丸，把蜡头弄化了，搓这蜡丸，然后把这大针摁在这蜡丸里头，两头露着，这边是鼻儿，这头是尖儿。他还真下得去手，吞下中间照自己大腿根儿这儿，给自己做点伤。然后他又看一鞋点儿，他怕这个不明显，噗，又扎一扎俩空眼儿，俩枣胡镖扎俩空眼儿，他又给把裤子提上。刚提上他又脱下来了，不对，裤子上没眼儿也不行。当初你接着裤子扎多好，给裤子要捅俩窟窿。其实金玉没那么细致，做好伤他把小包收拾完了，他坐屋等着金玉。金玉哪懂啊，回来一瞧，他愣告这叫枣胡镖。我跟那老者动手，您瞧见没有？我瞧见了，您差点拽着一跟头，他哪行啊？他那种能耐到我手底下，一招都走不过去呀、啊，那是千人瞧万人看。哎，我邱二虎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慢说质量，程立明的剑客，我邱二虎再不济，跟前也得走个十招半式的。可是有一节。刚才为什么碰面我就栽的质量手底下，他暗器伤人，未曾我动手之先，他打了我两枣胡镖啊，真的，您瞧瞧，吞中音一看大腿根那俩鞋点儿，
再瞧这俩针上也带血，金玉可就信了。哎呦，这老小这么不是东西呢，那您栽得多冤呢、啊、一时不察，当时的那个情景之下我也难以发作，再战也是不敌呀、啊、得了，少爷您既是问到这儿了，我不得不说，这个教师我也待不下去了，我也没法干了，跟您这辞了，您放我回家务农不成？还反了质量了，暗器伤人非为好汉。邱二哥，即使您的能为比他厉害没关系，骑驴看唱本走着瞧，搁着他的放着咱们的，您只管在我府里边好好养伤，养好了伤我带您拍门咱们找他去，带着这两宗暗器问他一个哑口无言，您不轰我走啊？我哪能轰你走啊？邱二哥，您就踏踏实跟我这养伤。小子们，哟，少爷，去账房先支200两银子，告诉厨房今晚加菜，给邱二哥炖鸡炖排骨，吃什么补什么，炖猪蹄儿，听见没有？就说我的话，给邱二爷治伤，把大夫给请来看看有没有毒啊，把邱二爷这个伤治好了，咱们一块找姓志的去。好嘞，邱二虎这番表演成功了，把少爷又糊弄了，少爷是好言安慰邱二虎一番，带着人走了，玩去了。贾五贾六荣的金玉带着一出院，回来一进门，邱二哥罢了，真服您了，您真有两下子，也就是您，哥您我们也不敢在人群外的点着质量的鼻子尖那说那套话，这暗器真是质量打的呀，亏那么大侠可能使这暗器吗？这也就蒙他，我可是为你们哥俩，嗯，怎么为我们哥俩？当初咱们哥仨当着少爷面可动过手，你们哥俩都打不过我，我要都输人家，他回来一琢磨，你们俩不更废物了吗？我要走了，你琢磨琢磨，你们俩在这府里还待得长吗？我就为你们哥俩今天才行下苦肉之计呀！哎呦，二哥哎，哥哥哎，您可让我们哥俩说什么好啊？还说什么呀？这不200两银子下来吗？有哥哥我的就有你们哥俩的，我吃肉你们就得喝汤啊，是不是？这两根针我一共花了4个大子，我们哥俩报销，还费了我房里一根蜡，我上屋给您拿一箱子去。嗯，这还差不多，我身上这伤天天请您喝酒，可是有一点，二哥您这俩针眼有好的时候，他行活那大针扎得再深，他也就是一血点儿，过两天好了，一消肿没事了。少爷要让您带着我们哥几个拍门找这智侠个去，怎么办呢？哼，没这两下子能跟府衙里头混这么些日子吗？小事一桩，哦，愿闻其详。要说邱二哥您是老江湖呢，跟您学习学习咱怎么办。哎，少爷要不让咱们去就罢了，那算拉倒了，少爷要让咱们拍门一找这姓智的，咱们报仇的机会就到了，我管保闹姓智的一个家败人亡。呵，听完这句话，贾五贾六对看一眼，浑身激灵灵打个冷战，顺后脊那沟起凉气，哥俩对望一眼，心里话说了，可得防着这邱二虎，阴损毒坏，什么坏主意都有，跟他一块共事，指不定哪天就把咱哥俩卖了，表面还得阳奉阴违。哦，邱二哥您说说我们听听。
他要让咱们去，我就跟少爷说，要论拳脚，姓智的不成，他错非暗器伤人，明对明他打不过我，可是拳脚他就是输给我了，他可还有话。他说了，咱们兵刃上论高低，到那会儿我可就打不过他。为什么？志亮有一口龙鳞宝刀，这口刀削铁如泥，切金断玉，可是呢我没有趁手的兵刃，我不能与之匹敌，能为再高也是枉然。是番侠客都得有一宗宝兵刃，那么这口宝刀可就逞着质量的胆了，他仗胆就仗这口刀。那么少爷您为什么不成呢？就因为您没有这么一口宝兵刃。您要让我找他去也行，先把质量这口刀弄到手，甭管用什么方法您得给他弄过来。一来以助少爷您成名，有了这口刀您就是侠客，二来他没有这口刀了，我就能够放手一搏，跟他一决雌雄，论高低比输赢。少爷要不听我这话也就作罢，只要一听我这句话动了心了，他打算算计质量这口刀了，我在旁边再一给出这小主意，我的兄弟哎，假五假六，邱二哥别的没有，我管保让姓智的是家败人亡。嗯，哥俩一听高，太高了，未从私进先私退，把后路就已经想好了，后三步齐人，邱二爷先瞧出去了，罢了，我们哥俩在心眼里赞成您，没别的，后厨房给您瞧瞧排骨炖得没有，我们哥俩打酒，今日晚与邱二哥押金，好嘞，全仰仗你们哥俩了。三人已经商量好了，金玉怎么样？自落瓮中啊。金玉您还别说，头两天啊还上邱二虎这来瞧瞧了，三天一过他就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邱二虎在他眼里也不算什么呀，该玩玩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过两天他瞅见呀，哎，尹焕南了，大班头，尹头，我跟你说，就这姓智的真不是东西。怎么回事？前两天逛庙他把邱二虎给打了，哟，不能啊。尹焕南一听跟少爷就得捧这邱二虎，为什么？别让他明白喽，邱二虎那武术可好家伙的，他再不济也不能一招就输给智侠客。什么智侠客？暗箭伤人，用的江湖上最歹毒的暗器。什么暗器？枣胡镖。火大班的尹化南一听，不能吧，我认得智侠客，我就不认得我也听说过呀，江湖上都说智侠客掌中一口龙鳞宝刀，没用过暗器呀，成名之作仰仗的就是九星连环步，九星连环掌是九星连环刀，甭管多高的能耐，只要他这九星连环步一登上，任谁也得当场落败，不用打暗器。明人不做暗事人，智侠客不会打暗器啊，怎么他告诉智侠客用枣胡镖啊？少爷，这枣胡镖镖的邱二爷哪儿了？镖大腿根了，两镖全打中了，还打两镖。起镖的时候您瞧见了，我怎么没瞧见？我带着大夫帮着起的，什么样啊？这么大俩蜡丸，就是黄豆那么大啊，俩蜡丸，一个蜡丸里边插着一颗大针，大针，什么样大针？你这么大班头怎么连针都没见过？就是咱们府里边老妈子他们做活那大针呢、啊。我妈房里没有，就是他们底下这个使唤丫鬟老妈子他们用的大针。哎呦，这东暗器他都用上了，损了，特意的歹毒了。哎呀，慢说邱二爷，
就是成名的剑客难夺走胡彪，这宗案其最是歹毒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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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您琢磨琢磨，暗器伤人呐，那咱们邱二爷哪成啊？邱二虎当场落败，这两天这不正养伤呢吗？您别看这宗暗器歹毒，打上之后能避人穴道，当时这人就动不了，是我眼瞅着愣让他给推躺下，差点没有还手之力。是啊，可是这宗暗器则要标一起呀，好的还快。我估计有这么三天五日的呀，邱二爷就算恢复如常，这功力呢就算找回来了。要我说，少爷您可别闲着，您话难以琢磨，我也缺回德吧。姓邱的加五加六，你们几个人呐差不多了，你们算活到头了。你们天天会糊弄这少爷，我就不会糊弄，我把他撤合起来，把你们几个性命就断送侠客之手就完了。告诉您，邱二爷的能为绝对高于质量，您让邱二爷单等伤养好之后，带着贾龙贾虎弟兄二人，何府的教师爷还有您手下这几个小子跟班，拍门找他去，我带人在后边，兴致的要是敢说出不公不法的话来，我伸手就拿他。他只要是凭江湖上的规矩动手，质量能力再大也得死在邱二爷之手，岂不是报了少爷您的大仇了吗？可是到那儿您可跟他们仨人说好了，说话横着点，什么难听说什么，张嘴就骂他姓志的。姓志的还有90岁的老娘在，就骂姓志这老娘。隐话难以琢磨，我呀我也损着点，我也说回损阴丧德的话，人质量的老太都90，招谁惹谁了？年高有德的啊，老太君的那是，那没法子。我让这几个王八蛋小子骂这老太太，那志爷一听就得窜了，亮刀就得宰他们，剁死完了。果不其然，金鱼一听，对，引头。当初你要这么说就对我心气儿，你瞧瞧你这左遮右拦的，甭管了，我找邱二虎他们哥几个去。金玉带人又来了，怎么样啊邱二爷，您这伤养的怎么样啊？您瞧瞧，差不多这就好了，您告诉我一准日子，怎么着咱也得找他报仇去，找姓志的报仇去啊？还用您说呀，我这两天就已经开始练功了，别看那条腿还动转不灵，我这两天那掌法没歇着，每天狮子大张嘴，张嘴大狮子，我这两天搁着功夫呢，单整这条腿一好点，不用您说我就拍门找姓志的去了，我得一雪前耻，我问问他为什么不按着江湖道义办事，用暗器伤人。对，到那儿您横着点，我听说他还有一老娘在世，90了，到那儿张嘴你就骂他老娘，带着假不假的什么难听说什么，他敢还言就揍他。他有一老娘您怎么知道？大班头尹化南说的，这主意都是尹头给我出的。哦，邱二虎一琢磨，尹化南你可损了，这是把我们这脖子往侠客刀口上凑啊，我们不骂爹骂娘的他还憋着打我呢，我们张嘴一骂那老太太，我死的算痛快啊。对，不过有一劫还是十分的棘手。怎么了？可不是我长他人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，这质量手里有一口龙鳞宝刀。那该怎么着该怎么着，少爷您可不知道，他仰仗此刀成名，他有什么真实本领？似乎于侠客都得有一口宝刀，他这口龙鳞宝刀
切金断玉是削铁如泥。哦，这口刀这么好啊？嘿，以前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？我可没有这么一口宝刀啊。说的就是，您知您为什么不成？您练了这么多年，与人动手之时总是气馁啊，我老觉得心里有点打不过人家似的。其实我这能耐现在练得不错了。好，您是我的亲传呢，江湖上一般的把式早就不是您的对手了，可您老不敢跟人动手，为什么？您差这么一口宝刀壮您的胆色，没有宝刀啊称不上侠客，必有一宗保兵刃随身。那么依着你呢？依着我呀，我要打算跟兴致的放手一搏，决一雌雄。他得手里头没有这口刀，最好这口刀啊到您手里，一能助您成名，二我先摘了他的虎牙。嗯，金玉一听，太对了，那这口刀怎么能到咱们手呢？不简单，这么办得了，咱买他这口刀，买他这口刀他能卖吗？这么买他当然不卖，尤其说您买他更不卖。您呐，拖出几个人来，找咱们宜州府有头有脸的，有字号有牌匾的人物字号，这都是咱们宜州有名的深董，约出这么三位五位的来，联名去找这质量去，再约几个质量的朋友，大伙儿拿面子居，花下重金匀的这口刀，也别说这口刀卖给谁，就说大家伙匀完这口刀，大家伙有用。那么他要爱不过面子去，把这刀拿出来，最后也归您手。那会儿我再拍门找他去。他要不匀这口刀，我还有后招，到时候咱们再说。行，我先试试。狗少金玉可就听信了邱二虎这篇话。您琢磨琢磨，那宜州府有钱的深董巴结这位少爷还巴结不上，一听说少爷有事全来了，金玉可就往下一布置这任务。这几位一听倒是为难，哎呀，先问问谁跟质量不错吧。哎，真拖出几个买卖家的掌柜的跟质量交好，足凑了有十几位。宜州以东18里地卧龙坡拍门找志爷来了。志爷不知道大伙干嘛呀，稀里糊涂让进来，手下从人带茶，大家伙这喝着茶啊，有一位老掌柜的提出来了，说志侠客，闻听您有一口宝刀，能不能请出来大伙瞻仰瞻仰？志亮一听，这不挨着呀，这都买不着大掌柜的，这都是宜州府有头有脸的深董，没事瞧刀干嘛呀？刀者兵也，为凶器，不看也罢。姿势要一观。哎，得了，有些爱难，但也给拿出来了。捧出宝刀，大伙儿这么一传阅，大伙儿瞧着全夸，道上都已经捏好窝了。有一位抱着刀，可就不撒手了，百般的赞扬。那意思这口刀太好了，就想据为己有。大伙儿一瞧，这位是真喜欢。您有云刀的心没有？您要有云刀的心，您开出个价码来让这位听。这位赶紧顺杆爬，志侠子，这口刀我太爱了，我虽然是武艺平平，但我也练过两天，没有一口趁手的兵刃，这口刀啊我打算练练。这口刀啊，那什么，我先搁着不能太沉，这口刀你别买了，你抱着还嫌沉呢，这刀你练得了吗？志爷一听，伸手把刀拿过来了，送后边去了。再出来一瞧，这几位还央呢，志爷一抱拳乐了，几位家有老母，我妈都90了，经不了乱，家里人多气味杂，老太太受不了爱清静，恕志某不送。轰了，别看都有头有脸的，整个进来整个出去，
大伙一行，哎，得了，告辞告辞，不送不送，谁送你了？稀里呼噜，灰头灰脸，一人碰一鼻子，全出来了。怎么回复少爷？十几位走的道上，十八里地也得商量。就说性质的态度极其傲慢，极其狂妄，添油加醋说，好把自己摘干净了。回来见着金玉这么一说，金玉一听，得，人不匀这刀，那能匀吗？你给多少钱，质量也不能卖刀啊。邱二虎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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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家不卖，不卖啊，准知他不卖，那你让我去买去，这不先探探路吗？那这口刀到不了手啊，是偷他的抢他的，他有点把式，时刻防守啊，偷抢都不归为上乘，那您说怎么办呢？主意有，损点，多损的主意你出，只要能把刀弄到手，不惜一切代价，那恐怕就得惊动惊动老爷子了。嗯，我爸爸啊，怎么话啊？怎么话我还真办不了，这还就得少爷您自己啊找老爷子说去。不过未曾说之前呢，我打算先跟您商量商量，就凭您一人跟老爷说可不成，还怎么的，您得先跟师爷说说这事儿，最好呢您先跟夫人说说这事儿，您找师爷商量完了再跟老太太一说，哎，老太太要点了头了，我估计这事儿老爷就能点头了，老爷要一点头，这事儿可就好办了。你说要想办这把事，把这口刀弄到手，少爷那才叫无毒不丈夫，量小非君子，非是我邱二虎做事不仁，这也他性质的不仁不义在先，您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就这么。金玉一听喜出望外，当夜晚间就在一州府大牢之内提出来一个重犯，这是一伙劫案，杀人害命，一夜之间有13名强盗明火执仗，杀入富豪之家，杀死满门老幼，抢走巨款，12人全跑了，就是一个人被擒，这个12人现在都被通缉，就这一个人压在死囚牢之内，并没有招供，叫一把火齐战魁，牢头可就把齐战魁顺监牢里边给叫出来了，弄俩韭菜，齐战魁呢三大件在身上砸着，牢头这是自斟自饮，吃着菜喝着酒，一把火齐战魁砸着三大件，在这对脸一坐，哎，别吃了，哦，怎么着？大晚上不睡觉，把我提了出来，我明白，大概是我的差事下来了。嗯，别看我没招供，估计我这个案也打不正了，是不是要出我的大差呀？怎么着？今儿晚上要给我倒头饭吃，那你倒是给我打开呀！这有酒有菜，就让我这么瞧着吧。一把火齐战魁还真够横的。牢头一听，哦，真是条好汉，酒菜都是现成的，一会儿砸开料让您吃。不过话得跟您说明白了，您的差事没下来呢，皆因为您没有口供。可是有这么一节，齐战魁，你琢磨琢磨，你这案子打得正打不正？打不正，必死无疑。就没有活的可能吗？这怎么话啊？听老总您这话，我还有一线生机吗？哦，明白了，打算让我说出来这银子在哪埋着，你去取银子去，然后好开脱我，是这意思吗？嗯，你还有好多同伙呢，另外有一个子档子事情，你要想死没别的，把你送回死囚牢，你等信儿，早晚有啊开刀问斩人头落地那一天，
你要想活，现在有这么档的事情，你说我听听。明天大堂之上，太爷可就要审你，你呀多少得受点委屈，挨这么几下之后，你要咬出一个人来。等等，我咬出谁来？咬出你同伙之人，办不到，不是真跟你砸明火那十二个。那我咬谁呀？咬谁你先甭说，告诉你，把这人咬出来，就说他是你们的头目人。要问剩下余党都是谁，只有他知道。打劫出来的金银财宝都是让他给藏起来的，你得把他给我咬死喽。哦，一把火，齐战魁可就明白了。官府自上而下，沆瀣一气，狼狈成奸。今天从死囚牢里把自己提了出来，让自己这才要买盗无良，陷害良人。一把火，齐战魁是亡命之徒，无知之辈。一听这话，他有他的条件，要谈一谈。老头，就凭您这么一说，我可办不到。哎，可还就是这么一说，白纸黑字落到纸上，你想都甭想。这个事情只要做成了，把这个人咬死了，你那个案子自有太爷师爷替你维持着，总是要买你一条活命。日后你顺里边出去，见到同伙之人，把你当初的赃银取出来，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你是吃不尽穿不绝，还能过你的花花世界，是太平生活。齐战魁闻听此话，低头不语，牢到这儿喝着酒吃菜，也不理他。一把火，半晌无言，猛然间一抬头，浑身上下哗楞楞，锁链声音响亮，一咬牙一跺脚，哎，谁不想活命啊？老头，干脆你说得了，把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哪儿模样长相多大岁数都告诉我，明天上大堂一把火齐，我就咬他。想明白了吗？全想明白了。一把火齐战魁一时之间把良心灭尽，这一回潘良无道才要诬告之亮，好可怜。年迈苍苍太平侠到案打官司，可怜那九旬老母就死在堂口。